啊，只剩一手还痛不痛？你今天被你今天去？没有，你不能讲这件事。我想问你今天去医院做什么啊？我说还不痛了。不痛了？那你去被医生怎么了？啊？你手手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手怎么那么红红的、啊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彩色笔啊！哦，你用彩色笔画，吓死我！好像流血一样。我说你要彩色笔弄，你就要把我手要剁掉了，你还一直切。哦。把刀切手切一切。为什么要把手切一切？因为是不好洗啊。吓死人！那你今天哪边被贴大 OK 绷啊？你记不记得啊？这里哦，哦，这边有一个。是医生做什么吗？为什么丢贴大 OK 绷啊？你今天去医院怎么了？被打针了吗？是打针吗？痛不痛？痛不痛？不痛了。那那时候痛不痛？被打针的痛不痛？不是，但你的血。他抽你的血是不是？我抽你的血。对啊。弟弟哭哭。弟弟哭好大声哦，对不对？针灸吗？对啊。